大家好，现在继续来一场三皇九八 C 的对决解说。现在依然是七甲射，二 P 是这个雅典娜。看雅典娜这次能不能争取这个强大的七甲射。七甲射又继续了他的疯狂的连招，一套连招快要了这个雅典娜的小命了。这又是一个极限啊，又是一个极限。七甲射这一套连招使用的是太猛，AB 闪身过去再抓一下，雅典娜明显的是不行啊，这一哎被雅典娜抽了个大招啊，现他 AB 闪身啊，这会一套带走吗？三十连差一点啊，是雅射还是挂掉？我们来看罗伯特AB 闪身过去，现在罗伯特也是寻找机会啊，差一点就把雅典娜打死。哎，一个飞枪脚直接撂倒，现在我们来看酒鬼，哎，直接弄晕了。这门斋他的名字叫，这一波直接连起来，很猛啊，这个连招。哎呀，这一次罗伯特是无计可施了。现在我们来看卢卡尔，这个魔性的卢卡尔，把暴击直接扫起来，双方都在寻找机会啊。好，一个瞬移闪过来，再次连起来，这个瞬移打得特别漂亮，大招接起来，镇元斋要挂了，这个连招要血太多了。又接起了大招，哎，被强反了回来啊。能量波没有发起来，好，直接一个月牙斩走起来，再次来了个瞬移啊，二 P 这次大招，这个大招猛啊，两个版本都打一遍，再瞬移空中三连追，二十三连直接带走对手。